各位师兄大德，我是小赖，欢迎来到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。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每天花三分钟五分钟供养地藏菩萨，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。因为哪怕你不怎么诵经持咒，仅仅每天花三分钟五分钟供养地藏菩萨，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，也会消业增福，所求如意。根据经典和现实的案例，供养地藏菩萨的功德是非常广大的，因此我常劝人，如果有条件要供养地藏菩萨，没有条件也当想办法创造条件。在地藏菩萨像灵验记中又有记载，唐代简州金水县邓侍郎素来信佛，有一天他在路上看见一根折断的手杖，头上刻有和尚形象，捡回家供在佛堂里。过了两三年，他患疾病死去，心胸部还未有热气，家人不敢装殓。过了一昼夜，他苏醒了，流着泪说道，刚死的时候两个骑马的带我进一座大城门，来到阎王殿前，看见殿前有无数的披枷带锁的人，阎王正在发怒要斥责我。这时有一位面貌端庄的和尚地藏王菩萨来到殿前，阎王恭敬下座，合掌跪拜，问道，大圣何故突然前来？和尚说，侍郎是我的施主，你应当赦免他。阎王说，定业已经形成，他的寿命和实录都完了，是不能赦免的。和尚地藏王菩萨说，我从前在33天的善法堂中受佛的咐嘱，就拔受定业的恶罪众生已非一次，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，何况侍郎并没犯重罪，怎能不救？沙门曰，我昔于33天善法堂中受佛附属，能救定业者诸恶有情，非始今日，况侍郎非重犯罪，岂不救助？地藏菩萨能救拔受定业的有情，定业能救，可见功德威力广大，不可思议。阎王说，大师的大愿像金刚山那样坚固不动，愿照指示，放他还人间吧。和尚拉着侍郎的手，引他走入生路。将要分别的时候，侍郎请求说，和尚救我，是大恩人，请告诉我你的法号，以便永远做个纪念。和尚说，我就是地藏菩萨，你在人间时有一次，你不是在路边拾得一根刻有地藏菩萨头像的手杖吗？虽觉雕刻的有些粗糙，只有头像没有余像，但你却能虔诚地供奉在佛堂里，你还记得吗？说完这话忽然不见。侍郎苏醒后，在屋角墙壁上看见手杖头的像，手杖已经破裂，便加檀香木改造成5寸像，时常放光照着室内。郎又造一尊大像，并施舍家宅建立寺庙，称为地藏台，仍将小像供奉寺内，远近前来瞻仰的人群络绎不绝。邓侍郎所供养的地藏菩萨像之来源是小儿戏假刻杖头为像，为手头未有余像，就是小孩游戏用木杖的头部刻地藏菩萨头部，其余没有。邓侍郎拾到回家后就供在佛堂里，也谈不上怎么开光，但是就是这么一念虔诚，却令他死而复生。地藏经云，一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，或合掌者，赞叹者，作礼者，恋慕者，世人超越30劫罪。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或彩画形象，或土石交漆金银铜铁，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，世人白返生于33天，永不堕于恶道。假如天福尽故，下生人间尤为国王，不失大礼。哪怕仅是供养赞叹意念礼拜地藏菩萨，一瞻一礼，世人不堕于恶道，灭无量罪，增益大福，百变生于刀立天。所以邓侍郎他仅将刻地藏菩萨的头部木刻供养在佛堂里，死后就在地府蒙受地藏菩萨的加持，还阳再生，延长寿命，经典所云真实不虚。若是有条件可以供养地藏菩萨，功德广大，灭罪增福。你即使不能念地藏经，仅仅是日日供养地藏菩萨，也让你获得大利益，对你的今生来世都是一个巨大的保障。若是能坚持供养，再加上念诵圣号地藏经等，日日不退，
那么现世安稳，临终往生清净沙土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。经文提到，假如往生天上天福尽了，下来时尤为国王权贵之人，这是指瞻礼供养菩萨的大利益。那么若你不仅仅是持香供养，还深入地修持相应，加上菩提心，加上念诵地藏经和地藏圣号，就不会是天福尽下生人间做国王大富豪这么简单了。你可能就因为现在的修行种下了解脱之缘，遇到地藏菩萨摩顶受记。有些人因为因缘不深，他没能念诵修行观修，但是仅仅是对地藏菩萨恭敬供养礼拜，也会聚集了大福德，不堕恶趣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，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，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是小赖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